订阅砰，点赞砰，提醒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幸运江一的江一哦。今天呢，喳喳，江一为了玩有趣的自制游戏，又准备了一些纸箱子了。好，江一呢提前把这个纸箱子剪下来，做出了挡板。好，这个自制游戏呢，江一已经看了其他玩家的作品了，江一会在那个基础上再加上创意，制作出一个超好玩的自制游戏哦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 Go Go。好，朋友们，江一今天会制作什么样的玩具？那就是抓娃娃机。这个抓娃娃机，不只抓到一个娃娃，而是能抓很多很多娃娃的那种超级好玩的娃娃机。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江一呢，现在刚学到了制作方法，已经把这些挡板准备好了，现在把它们粘上去就可以了。想给朋友们尽快展示江一的完美作品，提前在家准备了这么多，那么现在就开始把它们粘上去吧。OK。好，接下来江一呢制作了硬币支架了。为什么呢？朋友们看下面的话，已经准备好投入硬币的空间，这样进去的话，朋友们看好了，我们来把一元硬币投入了之后推进去的话，硬币就这样从机器上掉下来哦。为了避免这种现象，会利用这个支架来，江一把支架也一起粘上去吧。好，朋友们，江一成功制作了硬币支架了。好，重新试试看看吧。好，在这边放入硬币，然后再推进去之后呢，喳喳，和刚才投入的时候不一样，硬币掉在前面了。好，那么江一呢，内部结构都已经做好了，所以现在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。那么江一赶快动手制作吧。好，朋友们，江一把内部结构都制作完成了，来先给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吧。首先，想玩这个玩具盒子需要一元硬币，用一元硬币来投入到硬币投入口的话呢，哒哒哒哒，像这样硬币掉进小孔里面了。来看侧面的话，江一这样制作了一个把手，把这个把手，来，朋友们看好了，用手推进去，哒哒，投进的硬币掉到这里的同时，娃娃就会通过这个大的孔出来的哦。江一的手艺是不是超级棒呢？好，朋友们，接下来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把这个盖子盖上去。像这样，江一又提前准备好盖子了，盖子可以像这样折叠，江一会把前面的部分粘上去，后面的部分像这样打开，可以随时投入各种各样的娃娃。那么快去完成它吧。喳喳，朋友们，江一自制的随机抓娃娃机成功完成了。哇，朋友们，江一为了做这个真的非常辛苦，来一个一个仔细看看吧。来，上面的话呢，有一个可以折叠的盖子，这里面是可以把娃娃随时放进去，随时取出来的空间。好，前面的部分最重要，这前面呢有一个可以投入一元硬币的投入口，投入硬币才能用这个把手取出里面的娃娃，还有抽到的娃娃就会从商品取出口里掉出来，最后呢这里是可以收回硬币的空间。就这样，江一做好了超好玩又精致的抓娃娃机盒。好，朋友们，从现在开始一个一个放进去看看，要放什么东西，可以放进去很多种东西哦。来，第一个 OS 巧克力派还可以放进江一公仔，这是最近萌大棒给我们做的江一江一和吉尼吉尼卡通玩偶，还可以放进 L A 卡通人物。哇，这样一看大小差不多呀。还有江一喜欢的陀螺，还有神秘朋友，像这样各种各样的商品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哦。好，朋友们，江一现在非常非常想吃东西，想吃这个巧克力派。不过为了玩得更开心，把这个放到盒子里面投入硬币。虽然也不需要非得花钱去买巧克力，但是为了玩得更开心，还是挑战一下看看吧。来，巧克力派放进盒子里，盖上了之后，来投入一元硬币来取出 OS 巧克力派吧。一元硬币投入，朋友们，江一来把硬币放入到这里面，当啷一声。好，接下来用手推进把手的话呢， OS 就会出来的哦。好，一起试一下吧，一二三，呀，喳喳，朋友们快看，好吃的巧克力派出来了。还有投入里面的一元硬币也可以这样收回来无限使用，是不是做得很成功呢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把江一江一投入到玩具盒子里面吧。好，江一江一放进去，把盖子盖上。
那将一将一也是只需一元硬币就可以取出来哦。来，投入一元硬币。当啷啷，来用手推进去看看吧。一二三，粘。粘粘，将一将一也成功被取出来了。朋友们，将一制作玩具是不是超级棒？好，接下来吉尼你也挑战一下吧。来，吉尼吉尼。来，重新收回一元硬币，因为将一手里只有这一块钱。来，重新投入一元硬币。好，轻轻的把手推进去的话，哦，出来了，朋友们，大家就这样非常可爱的吉尼吉尼也取出来了。好，这里面呢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玩具都可以成功取出的哦。最后告诉我们朋友们一个秘密，五角硬币也可以的哦，哟吼。